主料豆腐、鲫鱼、辅料姜、淀粉、料酒、大葱、花椒、胡椒、淀粉、料酒腌，鱼肚放姜腌15分钟，锅内用姜抹哈，防止粘锅，用大火加姜花椒煎两面金黄，加热水煮，加姜大葱料酒等等，水至入味，加豆腐、胡椒、葱苗，小火，最后鸡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